铁碰着她，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，地下铁再遇她，沉默对望车厢中，地下铁邂逅她，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，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，愉快心里送，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，旅程何美丽，如在爱情小说中。你好吗？ Hello, 你说泰文在修机器吧？等一下，什么呢？错了。我说不想拍，然后在修机器什么名字啊？哦、oh. ，你是在这里住什么啊？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ชื่อเมย์นะคะ。ตอนนี้อยู่ที่ Emporia， ก็มานั่งทานที่คาเฟ่เบียร์。没有大家好，现在呢我们在 Emporia 这个地方啊，然后这里呢 outdoor 这边，然后我跟这个阿妹，她是泰国的女生，她是有工作的一个金辉的女生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好多好多人想知道泰国的女生是怎么样，因为好多人都想迎视泰国女生。是平时好多香港啊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在曼谷，他们都去夜店啊去找女生要给钱，但是我觉得好多都是错的，只是你想迎视女生就是迎视好像阿妹这个女生这个很好的，因为她都有自己的工作，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嘛。如果大家想迎接女生，就是迎接这些女生比较好。但是如果我觉得追泰国的女生不是很容易，都是要用心去追她，对吗？我觉得不只是泰国女生吧，就是全部。对啊，一定要用心啊。是。听到吗？就是用心，还有你在个带，妹妹在没带。有想都有可能吸，可能会吸引很多女生。哦，明白明白。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认识一个男生，你会怎么样看他，然后怎么样了解他是什么人？要先谈，然后了解他的 lifestyle， 他的想法是跟我。一样吗？可是我们可以看未来的看法和想法是和我一样的，发展关系。你们泰国的女生会注重这个男生的外表吗？也看啊，看哦，就是要怎么样的外表？可是对我来说，我没有自己的 spec， 也不能说随便。也不能说随便，但是如果他是不帅没容帅哥，但是他心很好，你会选择吗？会啊，我是说我将来的男朋友不一定是很帅，只是很好的人，很好的人，然后可以跟我沟通聊架了解自己对方 ，OK， 又有共同的喜欢的东西，对，是就是这样啦、啊，不是用钱呢、啊、买回来的女生不是太好。哎，你们男生都是用钱？我不是啊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别的男生是好多都是这样，因为好多旅游的人啊，还有过来生活的人，他都觉得。过来泰国的时候就是玩，然后就给钱就好了。
易找到一个女生。可是那个女生不一定是你女朋友，我是说不是 serious relationship， 只是玩玩而已。One night stand， 不是不好，还有说搞混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给钱的女生，对啊，不干净嘛，有病嘛，还有现在 COVID-19 很危险。好了，我们吃东西，等一下再说吧。你看，这个女生就是很好啊。你有女男朋友了，你有这个什么？意大利啊？法国？法国人。法国的男朋友，他喜欢法国人的。好了，现在问一下阿妹，在泰国的生活，她觉得是不是很舒服、很自由、秋秋这样？有啊，在泰国嘛，特别是曼谷，我觉得什么都有，然后很方便，想吃的都有，想去哪里、想买什么，我觉得都有。可是，在现在 COVID 的时候，有点困难，觉得。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是吧？我觉得是全世界啦，不泰国，还有都有影响。还有，我知道你很喜欢冲浪，她很喜欢运动的一个女生。你看，本来她是很白的皮肤，她没经常去玩水啊，皮肤黑一点，但是很健康啊，这个皮肤颜色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泰国女生啊，大部分都是喜欢自己的白，想自己的皮肤是很白很。可能他们觉得男生喜欢。喜欢吗？我觉得白也可以，黑一点也可以，没有关系。真的，就是啊，香港有些女生都是晒太阳，然后很黑，很漂亮。她在肩头前边。互相跟我聊天一样，一样吗？所以等下不用去夜店啊，去好多地方认识女生。我自己就喜欢去认识一些好的、经常的生活的朋友，会健康一点。不用去夜店啊，去认识的女生，不是真心的。还有泰国人是不是很喜欢喝酒啊？我觉得大部分都喜欢。你看很多夜店在曼谷。外国人呢、啊？还有法郎呢、啊？日本人、韩国人，对，都喜欢。你呢？我可以喝，可是我不是很会喝的。很好。一杯。一杯就。醉了，是不是啦？真的，过红，没过红，没过红没，没过红，已经，已经哦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生活了。开通你就是银溪的朋友，就是很健康，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生活，就是大家很开心。有时候有时间约他们去喝咖啡、吃饭这样，很想去夜店，我们都很想。好久没去夜店了。夜店就是 pub 啊 ，disco 啊。因为我们的长大都不喜欢听这个音乐很吵，都是醉的人，是，然后再睡觉，看见好的。对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见。哎，下次我们去冲浪，好啊，然后拍 video， 靠不靠？拜拜。其实正常的泰国女仔一般工作都是由一至星期五工作的，那么星期六日就放假。由于泰国地方比较大，通常他们都有假期就会去一些外省去享受下大自然的环境，好像这位阿妹一样，就喜欢运动、冲浪和玩滑板。我们围内这一班泰国的朋友有男有女，有时间都会去一些外省去骑下马，有时去露营添。甚至乎他们会有时带一些新的朋友给我们认识，就是这些途径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泰国的女仔或者男仔啦。但是都是很讲自己的人格的，有些游客只是过来去夜店啊，去滚啊，只是跟女仔去交易，
其实我哋喺泰国正常嘅生活嚟讲，自己属于啲乜嘢人，就同翻一啲啱 channel 嘅人一齐。所以都系嗰句啦，物以类聚。好啦，今集讲咗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条片，就 follow 我 YouTube 同埋右下角嘅铃铃揿个全部，咁一出新片，大家就收到通知噶啦。好啦，系咁先，记住睇通年冇格仔，靠本级，拜拜。天边一颗闪星星，海边一颗闪星星，话碎话现，闪力不停。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，现实实在是幻象，你要看始终看不清。海边一颗小星星，天边一颗小星星，默默静卧着，闪匿不停。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，爱意也会像梦幻，转眼间会失去。你会说你爱我，永远永远爱我，默默落着泪，永不改变。只怕我要说再见，我怕终于一天再也怕不会再想你。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，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，无法记起以往那刻，你总闯进我心里，还是爱着你，曾话爱着你，你永在我心。每次我望真你，每次我望真你，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。每次我望真你，每次我望真你，你那眼中都带泪。